之下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源？今天，能源结构加快转型，能源革命加速推动，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成为撬动这场革命的重要支点。雅砻江流域，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，水、风、光、蓄资源总规模超1亿千瓦。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，我国唯一由国家授权一个主体完整开发一个大型流域的公司，深入推进雅砻江流域水、风、光、蓄多能互补一体化开发，坚定担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职责使命，助力构建现代能源体系，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为乡村振兴、美丽中国赋能。数十年劈波斩浪，只为一锤锤凿下的初心，3000里追风逐日，只为不变的绿色梦想，潮起二滩，改革兴壮举，梦圆锦屏，双子星闪耀，筑坝高原，两河口再经世界书，一个主体开发一条江，大国重器，见证世界水电的中国高度，构筑雅砻江清洁能源基地坚实臂膀。流域内水、风、光、蓄资源多重互补，一体化开发运行条件卓越，以最优模式开发风光新能源，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示范，建设世界最大规模水风光互补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，为双碳目标贡献雅砻江力量，守望绿色低碳美好生活。雅砻江公司和您一起向未来。